大家好，我是杨柳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彤。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吃东西。对，也欢迎百丽今天再次加入我们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百丽。我们目前各在各家，各吃各的。多伦多已经封城了，我们现在呢试试一个新的吃法。我们是在家里面吃的有点太多了，那今天就是来看看别人是怎么吃的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个电影，饮食男女。家里面我们这个气氛还是感觉要做足一点，看电影会喝点什么吃点什么呀？我现在去倒一点酒吧。我喝的是一个 sparkling water， 然后我自己加了那个草莓和一点那个玫瑰果酱。受你鼓励，我去加了一个就是椰子味的清酒，然后就适合在沙滩上喝。杨柳，你蠢蠢欲动了，然后介绍一下。酸角汁不是那个角，就是豆角的角啊。我们在中国是不是喝？对对 ，tamarind 就像一个豆一样。这是我们圣诞节吃的一个特色的，就是叫 mulled wine， 热红酒，热红酒 hot wine。对对，它这不仅仅是热，也加了一些桂皮、发酵、白砂糖，还有一般的也会加一些，就像 triple sec 或者amaretto 这些稍微甜带了一些过味的一些酒加在里面，可以用一个很便宜的一瓶红酒，就是最便宜的最好，也要用这些好的很好的红酒，然后你烧的时候不能让那个酒烧开，否则把所谓的酒精就消失了，没有用的。对对对，哦对，那就亏大了。Cheers。上来就是啥呢？我看这个，我感觉中国的爸爸是非常有能力的。有一般的西方的爸爸，他们没有这个能力，能把一条鱼把它切好，弄干净，把那个刺去掉了。在家里是不可能有这个火的，我们。我们就没火。对。白丽觉得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打场是不是吗？不是。刚才其实你见到了他们出现了。白丽知道他们叫田鸡吗？知道，我觉得这个很奇怪，是不是很可爱。可爱。Field chicken。白丽有吃过吗？吃过了，对。辣的那种吗？辣的，对，这个香辣香女甜麻辣，对，麻辣、麻辣甜鸡，对，感觉还可以，那个肉不是我最喜欢的，可是还行。这个是中国的特色，对、对，在我住的楼，我的邻居有两个邻居是中国人，然后他们就会用这个刀，声音很大。一会儿会过来敲门，你们有问题吗？以为是他剁人吗？人肉包子，家里开的什么生意？这个剪辑哦，有没有吃过的菜？这一桌里，松鼠松鼠鱼吃过，蹄膀也吃过。哇，蹄膀还有什么？还有炒双脆。腰花是吗？鸭胗、腰花、鱿鱼、我觉得拍的这个方式有点奇怪，所以会让我想起来就是日本餐厅的这种塑料的视频。不知道就拍的这个效果就是特别光的，有这种很光的一个觉得特别假是吗？特别假的，对。而且我个人就不是最喜欢就是高高当当的，就是这种，所以我不会流口水。你们的你们明白明白明白，太轰盛了，就给人反而有一种距离感。热火朝天啊！不是两只猪吗？刚才做的。对对对。像今天我做一个番茄炒蛋，然后一个什么，一个孜然羊肉炒两个菜，然后整个房间都是就是烟啊灰啊，像
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厨房，应该就是声音还有那个味道都飞来飞去啊，就感觉蛮有意思的。西方的厨房压力也感觉很大。我高中的时候在一个餐厅里面当服务员，然后就那个厨师他们菜好了，他们就会叫啊 ，got a liver， someone get this liver， 做一个什么，快点把它上了，他们就会叫。到现在我也会偶然有这种做梦的时候，做梦的时候对。很紧张的这种，很恐怖，就是后那个眼神看过来，你都不敢跟他对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高射炮。没关系，我上来拿。Wow, those are some really amazing. 有件事情我想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认识一个男孩，男的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打算将来在一起生活。不过因为他家很大，他说他父母会喜欢我。所以我决定搬过去住，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怀了他的小孩。感觉比较突然。对对吗？他爸爸就只能跟他握手一下，啥也握不到。可能他不了解这个生小孩是怎么回事。That was weird. I know.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摸一下是不是做这种小朋友眼保健操是吗？咋去？怎么了？你难道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知道。我有件事要跟你们宣布一下。斧头还拿在手上。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请牧师公证过了。等等，其实他现在就在外面。你们等一下啊！他们什么都不认识，他们就说几句话差不多。对，然后要结婚，就是这么风风火火。好啊，搬家是 house 嘛，新人新屋新气象。好，我先斟杯酒敬你，梁伯母，我真的没把锦荣照顾好。朱爸跟我虽然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可是他爱你们，可是也很爱珊珊，所以他当然希望你们能够了解这份感情。那至于我当然很愿意在他身边多陪陪他，我愿意跟他。好了，锦荣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弄错了，你疯了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没疯。Rebecca， 清楚得很。Did you see this coming? No， 我没想到，他也没想到，感觉都看懂了吗？有觉得很 confused 的地方？有一些 confused， 可是这个是我感觉是正常。我觉得，中国有可能比较早期的一些电影会发生很多事情。可是导演没有提前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的，就是特别是人的关系。我觉得可能80、90年代的电影有很多，我有这种感觉。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我是西方人，有一些东西我不明白，或者是那个电影的语言不一样。可是我们刚才说有很多突然的事情发生了，对吗？有突然两个人在一起，我怎么会这样？对吗？这个是我经常能碰到的一个事情。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？小女儿和老大那个都是可以，就是可以推测的出来的。老二这个也大多能。唯一对我来说当时比较震惊的是这个爸爸的这个，他是有心的想要去 surprise 观众，所以把他藏得特别深。Overall， 你觉得你会给这个电影打几分？哎，我其实不高，因为我觉得演的这个演法也不是最好，而且拍的拍法比较普通，就是跟你们说，就像 soap opera 一样，可能留点无，或者那个每一个人物也可以发展的更深刻一点，还是有很多关系就比较表面上的一个 surface 的这种关系，我觉得还有那个 dialogue， 他们的对话，那个剧本，我觉得也可以写得更有意思一点。
对对那那九是哪个年代的做电影的这个做法？嗯，对。我听说他们做过一个拉丁的这个电影的版本，就是叫 Tortilla Soup， 墨西哥饼汤，然后是一个拉丁的家庭。哦嗯，然后他们就模仿这个电影的，想知道他们桌上摆的都是什么，对对对，是不是一些塑料食品？多提啊！谢谢大家今天看我们的视频，然后如果你还喜欢我们的影评 / 视频，给我们这个视频点赞、订阅和转发，然后一键三连吧。YouTube 的小伙伴可以点开你们的小铃铛，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的回到我们正常的 setup 来录像。然后 OK， 拜拜，拜拜。